今天大年初一，粉丝网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祝大家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，财源滚滚。今天是小鸟出壳的第24天了，手痒的第24天，小家伙已经开始长羽毛来了。它头部的羽管开始脱落，长羽毛来了，翅膀上的羽管也快脱落了，有些长来了一点点了，马上就会飞了，可能到元宵节就可以小飞了。饿了没有？准备开饭了。睡着了吗？摸着摸着快睡着了，好像还不饿啊。给他喂点奶，都快睡着了，可能有吃的就精神了。边吃边睡，这是梦游了吧？完全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，可能昨天晚上鞭炮声太吵了，他没睡好吧。来，再吃一勺。边吃边打瞌睡，这是得多困呢。昨天到处都在放烟花，很吵，可能他真的没睡好，我也没睡好。吃的也差不多了，帮他擦干净嘴巴，每次喂完奶都要给他擦干净。吃的很饱了，他的嗉囊怎么好像小了一点了呢？小鸟的嗉囊是不是越长大就会变得越小呢？慢慢收缩了呢？看他翅膀上的羽管，有些已经长了一点点羽毛了，明天应该就长很多来了。吃饱了跟他互动一下，都快睡着了。来回你的鸟窝吧，还是你的鸟窝暖呢？这外面今天有点冷，关上给他了，今天天气有点冷。